你一个女警。刘队，确定车内一名嫌疑人，目前距抓捕地点有500米，雪比较大，道路出现拥堵，不确定目标车内是否有武器，不敢贸然实施抓捕。收到，一旦发现紧急情况，提前疏散过闸车辆，务必要保证周围群众的安全。收到。嫌疑人非常警觉，我们现在和嫌疑人车辆保持3辆车的距离。老夏，给我盯住了啊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放心吧，刘队，三上眼睛盯着他。现在收费站已经全面布控，预计目标进入抓捕区还有10分钟，你们注意啊，堵住后路。收到。说了，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，你还往外掰？这隔那么远，又下那么大雪，我可得看好他。哎，你排好队，别乱打方向啊！啊，哎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你看，让自己同志给教育了吧？老盯着我干嘛？都别急。跟上，跟上。Yeah.
场就交给你了。辉的死因不在你，但你执行任务缺乏警惕性和耐性，因此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基层磨练两年。小秦，辛苦了。哎，秦大同志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这些人目无法纪，进来就打人，你看把我的人打成这样了都。我们只是正当防卫，为什么要抓我们？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先打的我爸。什么东西都说，你看叫监控警察，看监控警察了。闭上！别吵了。好了，你们听我说啊，维权是你们的自由，但是聚众斗殴就是违法。有什么问题啊？和平协商，闹事儿，只会让矛盾升级。而你们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，混在维权群众当中，煽风点火，故意制造混乱，引发冲突，又是维权群众违法，我们警察把维权群众带走，好让你尽早复工。你这心思够深的，董书记，我确实也是没有办法。你看我这公司是合法经营，五证齐全，他们这样三天两头的来闹，今天直接升级成聚众维权，我这不得已啊。先不说是谁组织的，这么大个烂摊子，你打算怎么收拾？领导说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。秦总，把受伤的人啊先带去医院验伤。是。大伟，带几个人把受伤的人点一下，把他们带到医院去。好嘞。亮亮，小陈，来过来，你们啊，选几个维权代表。哎，我们警方出面帮你们调解，尽量化解矛盾。啊，你们聚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，也耽误大厦正常办公。谁去啊？你，就你们三个吧。我看刚才你们组织能力挺强的。行，我去。民生小区7号楼809。我知道一名丧偶的独居老人，三组负责过去帮忙挪一下吧。老人有心脏病啊，都稳着点。安所，接到一起报案，有人在菜市场闹事。我知道了，我已经到了。喂，柳泉的申请材料，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下班之前给你，啊，下班之前给你送过去。这样啊。这老人家也太不道德了吧！您看看，这才多一会儿啊，他砸了多少家菜啊！咱这菜市场是他家的，随便你打砸抢。对，我们都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瞎看热闹。我全部都录下来了。对对对，给他发到网上去，让大家都看看真相。知道什么叫真相吗？瞎吵吵！你录下来是吧？你过来，来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相。我问你啊。为什么砸你摊子啊？为什么不让你做生意？缺斤少两，以次充好，是不是你？这个月都已经第七次了。小姑娘，你过来。鸡蛋被砸了是吧？啊，过不过期？我问你，上次来的时候你这鸡蛋就已经临近过期了，你看现在都已经过期三天了，为什么还摆出来卖？还有你，为什么要砸你的米？米里面都生虫子了，你还端出来卖？你心里过得去吗？在水果摊上抢洋水果呢。叶大哥。来，你过来，易大哥啊，水果摊的摊主啊，水果摊生意一直都很不好，刘奶奶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意，水果都已经付过钱了，而你们所有的人，光看见人家抢水果，怎么没有人问过当事人怎么想的呢？对，俺所说的对，刘奶奶已经付过钱了，所以才让搬走的，大家都误会了。对啊，对，这是误会。就是。喂，
安所，我们在港口西区例行消防检查，受阻挠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行，马上带人过来。都明白了吗？别瞎看热闹了。啊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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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东西收拾干净。高海洋同志，今天值得表扬啊！你知道吧？这边领导在视察，那边群众在闹事，我这个心啊一直在悬着。那你刚才还说我骄傲。最近有没有去看月月啊？最近比较忙，你抽空去看看。我看看。就我们两口子说悄悄话呢。我知道啊。哎，你跟安平现在还两地分居着呢，那能怎么办？再这么下去，你们俩都快成网友了。不行，你让他换个工作吧，啊？你看月月现在已经上初中了，正值叛逆期，总在姥姥姥爷面前肯定不行啊。有妈妈在身边，他毕竟好一点吧。哎，师傅，嗯，你现在是市委常委，你给安平动呢？你少来这套。我都到市委了，你还给我挖坑呢？我这儿没后门啊。你要不肯帮忙，那我就更没办法了。哎，我们小两口的事儿，就不用领导操心了。安所，他们一直是不让我们进去检查。哪家公司的？于飞。我是港口派出所所长安平，请不要妨我们例行检查。我又不认识，你的执法证呢？警官证和警服就是执法依据，我们执法全程录音录像。我再次警告你，不要抗拒执法，否则要负刑事责任。我就不让你进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一个女警。控制他们！都跪下。我们走访调查了几十位受害人，反映的情况基本跟魏大爷是一样的。新元气在发展会员过程中确实利用了传销手段，会员与会员之间有明显的上下层级关系，老会员会从新会员的会费中抽取佣金，并且所有受害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言语威胁。现在才反应过来，说明我们前期侦查很不到位。赵副局，这件事儿我要负。继续说案子。新元气的狡猾之处在于，他们利用保健品实体做掩护，虚抬价格敛财，并利用会员的沟通及传播能力，不断扩充资金池，再拿出部分作为返利，进而吸纳更多的资金。新元气所有的交易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，组织结构、会员人数、分布地域、涉案金额、资金流向、数额分配等一切相关证据都保存在网络中。传统的侦查手段对这类案件几乎失效，所以想要找到新元气的犯罪证据，就必须找到其网站的原始数据。这部分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，想要拿到应该不容易。我们已经调查了新元气的后台服务器，并不在内地，也就是说以我们现有的证据，根本无法对新元气进行立案侦查。如果不立案，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。哎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报告赵副局长，现在有一条新闻舆情需要您过目。今天到现场维权的只有几十人，但是这起事件在网络上的转发量以及评论量已经超过30万，其中有大部分都是受骗群众。全是受害者声援留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对新元气公司进行立案侦查，火就会越烧越旺。宣传处配合经侦做好案情通报。嗯，会后啊，李成，你和你叫什么来着？曹慧。啊，你们做好对接工作。卢局长特别交代过，这个案子宣传工作也很重要，可是您对我们宣传处的工作这么不重视，这账您让我们怎么打？宣传工作卢局是专家，等他回来你找他，找我干什么呀？
们继续。小姨，嗯，送您个礼物。哟，还有礼物呢，那么客气。按摩仪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小田。我的呢？啊？你小子平时口口声声说跟海洋叔最亲了，我的礼物呢？大领导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了你热爱的公安事业，难道不是最好的礼物吗？就你这嘴，竟跟月月不学好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只管生不管养，把我塞给姥姥姥爷。这不是因为爸妈工作忙吗？哎呀，怎么能没有您的礼物呢？老用那个手动刮胡刀容易刮破了，早就想给您买个电动的。不错。好了，最后一锅出锅了啊，来，赶紧吃吧。来来来，赶紧吃吧。我说个事儿，天哥搬回来住了，我也想搬回来。哎，月月，你是专门给我买的吗？好吃。那你多吃点儿，我吃饱了。吃吧，来，你爱吃，多吃点。睡了吗？嗯，我在想啊，要不还是让月月搬回来住，我爸妈身体也不好。你说你吧，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，我也不按点回家。小天实习期又得加班，谁照顾他呀？他也够大了。要不你调回市里，咱俩也不能老分着。哎呀，再说吧。哟，卢局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有什么最新指示？严肃点儿，别嘻嘻哈哈的。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经公安部门调查，本公司属合法经营，请会员放心。本公司在公安部门的监督下，依照协议履行，保证会员权益。如有造谣生事者，将追究法律责任。哎，果然中了圈套。你还觉得挺得意是吧？啊，人家把你的老底儿都给揭了，你往下看。这是要把我推成网络红人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对这家公司采取措施啊？罗局，本来呢，昨天就要办这个案子，但我们得到线索，这家公司涉嫌传销，但证据不足，我就让李成先稳住他们，暗中侦查。你暗中侦查没问题啊，但是内部要成立专案组，必须经查。这个案子都在关注，干得漂亮点。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自己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这上面的评论，啊，多吓人呐，多难听啊！啊，什么官商勾结、故意偏袒啊？赵海洋，现在闷头办事可不行，你现在就属于啊，这个子弹还没上膛呢，网上已经把你打得稀里哗啦了。别人怎么说，我又拦不住。你什么态度啊？陆局，你看，放着现成的宣传骨干你不用。哎，我还听说你对人家的工作敷衍了事是吧？我这不是忙着办案吗？领导，我们那也是工作啊。最近这个网络曝光率太高了，我想我们宣传处应该发一则公告。说得对，舆论的高地你不想占就被人家给占了。
你得重视。我哪有空啊？又说没空，别老拿办案当借口行吗？舆论工作也是办案的一部分。现在新元气案不只是一次经济纠纷，全民都在关注。像这样的犯罪形态，这样大的规模，在东州市是第一次出现。不能看成是单一的案件，破案破案，就是要根据新形势采取新办法。同时，宣传工作和社会影响必须要认真对待。记住，这是一场立体化的战役。不管这个案子有多难，你们专案组必须拿下。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徐伟杰的动向，没有找到证据之前，不能让这个人离开东州市。是。是。曹慧，网络舆情反馈怎么样？公告发布后，舆论方向有所缓解，但是网民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对新源区公司立案侦查，有些大号甚至对我们近期的一些视频进行剪辑，利用网民同情弱势的心理，目标直指我们警方，让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，引起各方的关注。这是我做的一份宣传预案，请你审阅。我认为我们不能就地等待，除了案情通报，我想就案件中涉及的违法行为策划法制内容，一方面可以转移注意力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起到普法的效果。涉及到这个案子的一切案情啊，都要绝对保密。除了专案组，对外一律宣称新元气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，警方不予立案。这样我们会被网络暴力的。赵副局长，您的车牌号已经被爆出来。嗨，我受点威胁算什么呀？要是消息泄露了，新元气销毁证据跑路了，老百姓的损失谁来承担？网络舆情处置和案件侦破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冲突，这是原则。其他的嘛，都好商量。那看过了。是。喂。一会儿啊，不要相信服务器。这种大型服务器一般都有专业人士维护，他们有权利一键删除。一定要先控制人。我知道。我。别吵！一会儿到了那儿，我带人控制服务器的管理人，你第一时间切断电源，保存数据。明白。去趟配件室。操他妈去！喂，徐总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删，马上删。我再跟您最后确认一遍啊，这个备份数据删完了以后，它就再也不能恢复了。你确定要删吗？别废话了，赶快删！啊，行行行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控制住了。啊，是你把贝尔数据的电断了呀？让石磊检查后台数据。石磊，检查一下数据。好。赵局，数据都还在。数据没问题啊。打开免提，让他接。喂，徐总，你到底删了没有？我。喂。删了，删了，删了。
把东西都带走。你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？谁啊？方程。他回来了，还是路过东州？他路过东州。路过东州的话，卢局能让他碰案子？你们有十几年没见了吧？16年。自从那件事之后啊，我被调到派出所，他离开东州，就再也没见过。你不想知道我们见了面都说些什么？就你这脾气，说出来也不是什么好话，还不如不说呢。说的也是。他呢，还是老样子，不爱说话，跟在学校的时候啊一模一样。都十几年了，夏天也长大了，你还没放下呢？放下？你让我怎么放下？当年辉哥的死，局里所有人都认为是我造成的，不就是因为方程写的那篇报告吗？这件事啊，就像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知道你难受，但也不是人家方程的错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不能怪方程，只是到现在嫌疑人都没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看到夏天的脸，我总觉得我欠他的。方程同志的正式任命已经下来了，新元气的案子你们一起跟进。等等，陆局，真让他跟进这个案子？当然了，方程同志是厅里派下来的，专门协助我们展开科技强景战略的挂职干部，到咱们市局是分管技术革新的副局长。海洋，你是专案组的组长，今后呢方程就归你指挥。我可指挥不动他。哪那么多话呀，不许翻旧账。另外呢，方程同志在东州市的一些生活你要照顾好，他在工作上有什么需求一定要尽力满足。哎，陆局，我刚好在工作上有一些需求。没开始工作呢就有需求？是是是，说吧。我需要订几份计算机跟通讯方面的期刊，另外我办公室的电脑需要重新调整配置。订期刊可以，电脑我们前年才换的。那电脑处理民用办公绰绰有余，但是处理专业内容配置不够。赵海洋，听见了没有？方程同志两个要求全部满足。是。订什么期刊啊？还有什么电脑配置啊？早就写好了。处心积虑啊。怎么了？副局，徐月杰我们已经抓到了。人带回来没有？抓捕过程中徐月杰反抗受了点伤，人现在在医院呢。我马上过来。卢局，有案子先走了。去吧。方程，不用担心，不就两个要求吗？全部满足。方副局亲自带队，从新元气数据库里梳理信息已经成型。抓捕行动按你之前的布置已经展开，19名嫌疑人大部分已经落网，审讯正在同步进行。只不过什么？这小子现在是徐庶进草营，一言不发。闹这么大动静，还不开口？为什么？只有一种可能。
他身上还背着更大的秘密。你怀疑他不是传销金字塔塔尖，还有幕后？关键是撬开他的嘴，而且要快。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去查他所有的联系人，调监控，还原他一个月的行动轨迹。最重要的是提审，你亲自审，硬的不行，来软的，先溜着他。妈妈只希望你能坦白从宽，能争取宽大处理，早点回来。妈妈等你。老太太深明大义啊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儿子啊？你妈身体不好，年纪大了，不愿出国，你就先把老婆孩子转移到了加拿大，真是深谋远虑啊，用自己一辈子换家里人后半生的衣食无忧，这算什么呀？舍己为人？你要是还有一点孝心，就该替你妈考虑考虑。可以告诉你们钱在哪儿。现在案情全部清晰了，人员扩张进饱和后，徐伟杰打算卷款逃走，不料东窗事发，引起了高级经理的不满，煽动了群体性事件。徐伟杰料定自己逃不了了，所以把钱交给了地下钱庄，打算转移海外。现在吸烟器这块是彻底结了啊，还真没想到咱们顺带还逮了一个地下钱庄。哦，这个地下钱庄，我觉得有些蹊跷。在实施抓捕的时候，他们正打算撤离，仿佛提前收到了风声似的，并且抓获的那几个人都不是核心成员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儿？直觉，不然不会这么巧。所以，我又查了一遍新元气的股东构成，来源很碎，很多公司来历不清晰，但有一家公司，来历非常清晰。张氏投资。这也是伯仲集团旗下的。新元气那个涉事保安，他也是来自于伯仲集团旗下那个保安公司。不过他们的持股量很低啊，还不到1%。光凭这个就要去调查一个势力的龙头企业，这事要慎重，再考虑考虑。新元气的案子可以结了，地下钱庄，李成，盯紧点。阿祖，高警卫跑了！先说咱群众，大家都往后退，危险！看了，赶紧走！别看了，快走啊！快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快走！快出来！快走！走！您赶紧走到那个线后面去，别往后看了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！后面的人别看！再提醒找一下，看看家长在不在外面。出来！走！走！别拿东西了！走！快走，紧电线后面，快！是有人私通化工品引起的火灾，现在我们还有一名警员在里面疏散群众。明白。柳晨呢？柳晨还在里面。还在里面。
还是赵副局眼睛尖啊！这两百多个疑似视频啊，一下就能认定这就是高小飞。不是你们还没装高清摄像头啊？看不清脸啊，可以看衣服；看不清衣服呢，可以看体态。你看这个视频啊，犯罪嫌疑人走路外八字，左腿微瘸，摆手的姿势都是一样。衣服也差不多吧？根据这些线索，先展开调查。哎，你把那个对比软件打开，把画面导进去。从数据上分析，这个人肯定是高小飞。你看，经过数据比对，他走路的时候，左腿比右腿慢0.02秒。那他每次抬腿的时候。 每0.07秒的时候，他的右臂才摆动一次，所以从数据上分析，肯定是高小飞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边有一个画面可以看到车牌号码。放大。查车主了吗？已经查到了，车主是博众集团董事长张博仲。都给我盯紧了，今天晚上谁都别回家。明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所参与抓捕高小飞？我知道，柳泉的事儿啊，让你们很受挫。不让我们参与抓捕高小飞归案，才更让我们受挫。 高小飞违规非法储存，转运危险品，才导致的柳泉牺牲。这个案子不光市局，连省厅都在跟进，不能因为你们感情用事就影响抓捕。这个案子是我们所的案子，我们参与抓捕高小飞合法合规。请赵副局长给我们布置任务，如果不能完成任务，我甘愿受罚。你，哎，小点声，里边都听见了，要不换个地方？没空。 今天我们只要出动，就一定会受到处罚。但是高小飞是从我们手上跑的，我必须亲手把他抓回来。有不愿意去的可以留下。没有。好，出发。 站住！站住！
刘副市长，我先失陪一下。警官，不是我们不配合，刘副市长和全市有头有脸的企业家都在里面，你们这穿着警服进去抓人，领导追究起来，我可担待不起啊。再说，您也没有证据，不是？执法记录仪全程录音录像，我是亲眼看着他进去的。你们酒店是想犯包庇罪吗？这。 怎么回事？外面吵吵闹的。这几位警察同志说有嫌疑人溜进会场，非要进去抓人。你们有搜查令吗？没有搜查令，是我张某难以配合。唐经理，松开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138条，执行逮捕任务时，可以不用搜查令。哎呦，赵副局长啊，张开什么？ 对不住了，张董事长，行动。等等等等，哎，赵副局，赵副局，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啊！我保证，等这个会议结束，你就是把我酒店掀翻了天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张董事长，现在这个高小飞重案在身，他要是跑了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林东，你带着你的人配合我们行动。哎，各位，尽量轻点啊！喂，大家好。 我是刚告诉大安平，现在会场混进民众案嫌疑人，我们现在马上要对会场进行全面搜查，请大家配合。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啊，就是这个男人，请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四周，看有没有这个人。张副主任，这么重要的会议，你是怎么把住的？我们真的是一张请柬，只进一个人。刘处长，您张董事长确实是一个请柬。 高小飞，你被捕了。披一道目光在肩膀，无热一滴汗水落胸膛。你走进风雨里是五彩的红光，永远在人们的梦想，将平安灯火点亮。 对不起的人是我。 我了解他的为人，当时那种情况，他一定会奋不顾身的往里冲的。你是他的好师傅，好大姐，不应该怪你。 是我不好，我没保护好她。她叫西西，好听。刘全生前想要你做西西的干妈，你是他最尊敬的人。 这是他的遗愿，这个是他的生前笔记。
我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的。我觉得他应该想给苏丽的新人。这录像显示啊，赵副局，你跟李成离开病房之后，唯一一名近距离接触过徐伟杰的，只有这名女护士。所以初步判定，徐伟杰体内的过量氰化钾就是他在趁换药之际给注入的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也调查过医院各出口的监控录像，并没有发现他离开医院的画面。停一下。医院这边回应，这个人是刚入职不久，在医院登记的名字叫李琦，是咱们市护校毕业的。哦，但是他在医院登记的住址是假的。市护校那边我们也走访调查过，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个叫李琦的人，而且他的毕业证号码跟在医院登记的是一致的，而且这个人也确实是应聘过人民医院，并且被录取了，只不过是前段时间被车撞伤，错过了来医院报到的时间。应该是被人冒名顶替了。现在呢，是通过对目击者的调查和监控资料的分析，已经基本确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画面上这个女的。身高大概1.68米，体重50公斤左右，25岁上下。哦，对了，脖子上有一块红色胎记。徐伟杰刚开口就被人灭口了，这个人肯定和地下钱庄有关。现在关键就是追踪不到犯罪嫌疑人的下落。把视频传给我吧。如果此人是东州人，就可以接入东州的人口大数据，通过人像识别系统啊，我们就能迅速地查到此人的身份信息。这次抓捕行动，就让我们看看你所说的这套人像识别系统好不好使。江凯，哎，确认这个人的信息之后，立刻联系高速公路机场出口，一旦发现马上控制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有辆黑色轿车驾驶逃逸，请求支援！请求支援！停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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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寒夜路和四方街交叉口有群众和警员受伤。需要救护车！站住！别跑！把他铐上！哦哦。别动！大叔，你这身手不错呀，改天一定给你申请一个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哈。那，你是见习的？不，但我得批评你啊，这种事情应该交给我们警察来做。你实在不应该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正好路过。人是你抓的？是啊，啊，还有个交警受伤了。哦，那个交警还有站台上的受伤人员，我已经让救护车拉走了。行，那你们把人押回去，我一会儿啊，让刑侦支队的来你们所提人。好，你们所年轻人，啊，铐子都不会上。他谁呀？他？他谁？他谁？他谁？市局副局长赵海洋。那是窗户外面吹喇叭铃声在外的人，不是他抓人的时候你们在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追人呢。带走。这个人叫吴欢，就是今天上午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。
根据他的口供啊，他之所以变得举止无常，是因为一起电信诈骗案。这起电信诈骗案呢，我们一共抓获三名犯罪分子，他们在得手之后呢，第一时间把钱转走，但是他们的上线也把钱转走，他们也并不知情。所以说呢，现在这个案子就只能先挂这儿了。